国精英杯国术锦标赛开幕典礼，典礼开始，请奏乐。已经进行到第四届，那也非常兴奋，我们一届比一届更盛大。那我们参赛的队伍人员赛员也一次比一次的多，今年的赛员比去年又增加了，已经超过1000人。所以这个是我们象征我们国术体育，我们的传统武术在台湾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努力已经向下扎根，整个发展已经有越来越蓬勃向上的趋势。我们这个研究武术喜爱武术的朋友或是选手们呢，最重要的是讲究这个武德，这个也是呢我们从事体育运动那么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所以今天由我们李会长带了我们四位副会长到这里来给他们加油打气。Thank you.
少林六合拳是流传多年的传统国术，它是精气神天地人六而合一。这是中国第一部由国家体育主管部门编审的统一武术教材《简化太极拳》，内容选自传统杨氏太极拳，保留了传统的风貌。中山富雄先生是全日本少林拳武德会的七段师范，也是师范会副议长兼技术统括本部长。后翻发出并将受牵引启动的拳风功力回归原貌，纳入出处，以及以自然的式样在拳中表现出的一种套路。